说起钻石，相信无论男男女女眼睛里一定都会泛着那种 bling bling 的光芒吧。而世界上最大的钻石矿和平钻石矿也是大到你不敢想象。这个深度为525米，入口直径约等于400层楼，按照3米每层计算，这个矿场的估值约1100亿人民币，是目前世界最昂贵的钻石矿。和平钻石矿位于俄罗斯东西伯利亚永久冻的亚库蒂亚市附近，那里是世界上最寒冷的地区之一，冬季的温度低至-50摄氏度，是不是很多人都觉得这里应该是个不毛之地了？但恰恰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1955年一位年轻的地理学家来到这里考察，意外地发现这一地区蕴含丰富的钻石资源，然后就渐渐出现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坑。从卫星照片上看，说它就像是地球的一个大伤口，一点都不夸张。而这座坑造成的视觉震撼是其一，最可怕的是它竟然会吞噬直升机。难道这里面隐藏着一股神秘的力量？其实并不是，是因为这个硕大的洞造成的空气湍流足以将直升机吸进它的内部，而一旦直升机这样的乱流干扰，恐那在所难免。在这么寒冷的地区，要水晶想想都并非易事，尤其在温度极低的冬天，连润滑剂也会结冰，钢铁也会被冻裂冻脆冻断。但你绝对想不到的是，这个巨大洞穴边上同样叫做和平的小镇上的4万多户居民，并为和平钻石矿每年产出价值20亿英镑的钻石而富裕起来。恰好相反，该镇却仍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方之一。而别看这个钻石坑也有着和平之名，可是当时该矿的主要收入却为前苏联冷战提供了大笔军费。由于这一钻石矿非常重要，克里姆林宫现在又将经营该矿的埃尔罗萨公司重新收归联邦政府控制。据悉，俄罗斯 99% 的未切割钻石都是由埃尔罗萨公司供应的，他挖出的钻石占全球 23% 的钻石产出量。但动动脚趾头乡民也知道，和平钻石矿矿坑中的钻石总有枯竭的一天，所以埃尔罗萨公司早就开始将目光转移到其他西伯利亚地区甚至国外。但据不完全统计，自从上世纪50年代前苏领导人赫鲁晓夫下令开采第一批钻石矿以来，65亿立方的岩土，这个和平钻石矿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钻石矿，其实在俄罗斯也倒数首个也是最大的。载重汽车从坑洞顶部到底部需花费2个小时的时间，而它曾是克里姆林宫的最高机密之一。它采出的大量钻石使前苏联在美苏争霸中拥有强大的经济资本，俄政府仍将它当作聚宝盆，渴望从这个巨坑中收获更多更好的钻石。围绕着如此巨大的钻石坑，你会想周边的人们会不会很富有？答案当然不是的啦。这个坑旁有一个叫和平村的小镇，虽然这个坑年产1000多亿的钻石，但是这个小镇的居民依旧贫困如洗。后来随着矿产资源的减少以及在极端环境下开采难度非常大，国家政府决定关闭这个钻石矿，这个运行了46年的世界最大矿藏正式退出历史的舞台，只是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坑洞。虽然有人提议过把这个洞填平，但是政府考虑到了要花费巨额的资金，所以计划就搁浅了。即使当作旅游景点的话，这里的气候会把人的鼻子冻掉，因为位置偏远，交通闭塞，冬季平均气温为-40摄氏度，最低温能达到惊人的-50摄氏度，不会有太多人来这里旅游。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